来南京了，梅花刀吃了，芋泥脑袋杯吃了，小镇酥烧饼吃了，不好吃，桂花酒酿赤豆元宵吃了，又见炊烟柴火馄饨吃了，安家桂花汤圆吃了，真好吃，雪阿姨青团吃了，超级好吃，安乐园包子吃了，六块钱的自助糖水喝了，越南小卷粉吃了，毛鸡蛋吃了，真香，夜市卤煮吃了，吃饱了回家了，南京真好吃，下次还来。